是呢，我的就是呢，中间就会停，往左边就会动，然后呢，往右边就会往下面动，往左边就会往上面拉，然后呢，那构造就是，如果呢这里，这里有大齿轮在当小齿轮，那这个转弯可以转得很比较快，这样子它可以转弯。原来可以往另一边转，可以转方向，停，向，好了。你要掉我的钥匙吗？好啊，像这页，还不行。拉上来，就可以拉最重的是这个。